差不多鸡蛋差不多的时候先给它拿了，因为不能炒的时间太长会焦，所以看一下黄色的鸡蛋会更漂亮。你为什么分两次炒啊？不是分两次啊，是一点一点的炒。为什么一般不是应该全倒进去了吗？如果有成块全部放进去的话，就是一大，所以那样吃起来就不方便了。大厨都是后面有人帮切的，开着的。我也太凶了，你关小点，给关小了，再小点。盐是哪儿的？尝一尝。这是糖，这是盐，这是心，还要用手放一点。哎呦，多好。放调料的时候，我给的特别多，是吧？再放点糖，这样的话会很好吃。啊，这个倒是对，这个放糖。这个应该是最后放。
你尝尝。我尝尝。嗯。快点。先关火再尝。好，关火。上面尝尝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再来尝尝。不，你去尝，来。